塞啊！其实我觉得识揸车揸呢啲路好好玩噶，今日个天唔靓噶，如果平时咧，其实颇为爽噶，你我可以话咧，又靓又舒服噶。你尽量揸稳个镜头啦。想象下个天空好靓。Hello， 2018年1月1日啦。大家新嘅一年嘅都开开心心、顺顺利利啦。今日而家我放大半日假，今晚翻工，所以想利用时间出嚟玩下。下面咧好多人啊，一点一点嗰啲就系人。今日好大浪啊，下面啲停车场全部都满晒，我都唔知落唔落啦。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好大风，好热啊！今日。我认为新嘅一年唔使好似喺香港咁去商场周围行，或者去玩啲电子啲嘅娱乐啦，可以出嚟行下啦，呼吸下新鲜空气。我冇似中国人讲嘛，新年咪行个大运咯，咪出嚟兜下，俾一个 refresh 自己，好似新嘅一年，新嘅一个希望啦。一次介绍话有话长型嘅，而家有啲人开始 set up 咁样整。依家呢度應該近啲，喺咪度？唔好影咁多人嘅，費事啊！啊，你睇啊，個個都預備緊好多。哦，其實都幾開心嘅。如果咧係一個你自己嘅一個 hobby， 即係一個興趣而玩呢一啲，啊，好似上去天空遨遊咁樣。好啦，咁今日嘅分享就到此为止啦。再讲多一次啦，2018年 Happy New Year， 拜拜。